小袋。他也是个翡翠，70多胜率。中野双排啊，中野双排，中野双排的。一起感觉可以打，兄弟们。谢谢 CC 看中的超粉，谢谢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。什么团都敢接？你以为你亏上帝很硬吗？啊，这都敢直接连探？你以为你很硬是吧？疯了你这不是？哦，还可以吧。其实 F6 开也可以，这一把 F6 开吧。那他你看，他有 AOE 的范围伤害。这个 W， OK， 中上都有限，我觉得这波我能去找盲僧。跟队友沟通一下啊！仔细一想，战士一般都他应该坏了，太机械。控制好蛤蟆的血量，争取一个一加惩戒把它收掉。别拉住，拉住的话还有那么点机会。还要抓中啊！没办法，蓄力一也打不到。
应该是去我的上野区了。31刀，上一区被反完了。哇，西吧。Shut down。我就得推啊，这必须推，这线我们你是亏的呀，兄弟，这线你亏的，这不推吗？推进去鱼人也吃不到啊，而且这个线是塞拉斯是亏线的，还不让我推，我不推你就真的亏啊，兄弟。1000块的可选，回家。心态马上要爆炸！我刚想到，真的心态马上要爆炸。打的确实比鱼人要好啊，实话，但是就是有那么点上头吧。拉开。小龙吧，能坚持住吗？就算我是一件武器，现在也掌握。回家吧，
没事，我有大，待会对面再抓他，我就能开大支援他的。逼退了就还可以。说真是神奇，我只要盯着一堆线条看半天，就会变得更厉害，甚至都会有打架。小鱼打的确实菜，兄弟。他们中野是双排的，双排的，这两兄弟双排的，看了战绩的，中野双排。所以他们一直抓中。回家，出来控火龙。回家准备小龙，双杀。
靠主，看见没？我就说吧，运气不会一直那么差的，运气不会一直那么差的。老鼠会偷它吗？这得走，这得走。我这个最后这个下子有没有可能是